啊，现在我就来到苏格雷克的街道。我以前录过两期，第51期 Room Escape 火焰树关，第56期最终关，现在我来玩四级关吧。于是我来到这里，我将按照顺序玩，因此先玩春季关卡。于是我来到这春季景色，要把这些砖块削完，让我先上去跟这只板栗仔接触。怎么接触呢？用剑接触呗。又来了一只幼童死，就像这样，右上角会源源不断生成板栗仔来，虽然它的频率很低。等会儿又要来一只，这只呢让它下去吧，然后踩一下，接着把直接这些剩余的砖块捅完，我就可以去下个场景了。来到这里会在这浅黄色的砖，它顶不动，只能捅，但还是一刀捅烂，所以呢难以接近它是否很脆。之后就让板栗仔多传几次吧，开口让他们下来，好让我点分。再来一次，第四只来了，好了，我准备连分了，100、200、400、800、1000 ，yes， 就算连了不少分。把这剩余的一个砖块捅了，我就去下个场景吧。就这样，我来到天上，还见到绿乌龟，绿乌龟呢用剑直接捅死。但通过砖块顶或者踩的话，它会变成龟壳，可以推动龟壳让其帮助削砖。那它能削的砖就那么小范围，我看受了伤，损失了分数。没错，在这里分数就是体力，体力就是分数，因此我不断产分的话就不会死。好了，回去下个场景了。三个场景会源源不断生成巨乌龟，这里可能也一样。过来吧，捅死你！还真的一样，上面出来一只绿心的绿乌龟。我想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看看它会生成多少。把下面砖块捅完，就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我回来了，上面的绿乌龟变多了，我会刷很多分吗？让他们下来吧，我刷。哎，没连踩的分，算了。还要去下个场景吧，就是我来到木的区，这会出现会吐蛋的红板栗仔，虽然它吐蛋频率不算高。这里还有会格子一座小平台，然后我需要踩到这小平台上去，如果把下面砖块捅了，哦，捅烂你，好吵啊！好，你下来了，我把你捅死。红板栗仔有200分，普通板栗仔只有100分。现在就只管捅烂这砖块了。真的不是新的怪物吧？在这里出现了坑，前面我说过不会死，吸收伤的，那我掉坑会怎样？掉坑也不会死，而是损失一些分数。因此，我的分数够多的话，就真的不会死了。哇，那只飞龟掉几座墙了？是它速度太快了吗？砖块挡不住了吗？哇，这里会源源不断生成红板栗仔嘞。他连分应该很爽，因为他其实有200分，然后400、800、1000、2000、4000、8000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加命。但是红板栗仔不好连，因为我在他上面的话，他就会向上吐蛋。我下去吧，来到这地底，这里看起来不会生成新的怪物，所以把这里的两只怪物干掉就没有怪物。过来吧，捅死你！然后就出现 boss 了，血量上发完了。这 boss 这是一个加号，我就蹲在这里捅，捅捅捅你！
拿我没办法。这我只能无脑通关了，于是我要将来拿着这个村，就这样我把村机关也通过了，然后就去往下机关桥，下级炎热，所以是红的。但是一片树林里，这里有许多毒蘑菇，让毒蘑菇去上去吧。毒蘑菇呢，却不会上来，而我下去才会上来。哇，上面会源源不断生成毒蘑菇啊，这就麻烦了。毒蘑菇不能采，也不能捅烂，只能让其掉坑。好了，回去下个场景了，还是在这边树林里。从外部不再只是毒蘑菇，而是多种多样的了。即使里面也会长的红白的，可是很棘手的，对我来讲很安全。我这一捅就让他们消失了。这里会源源不断生成刺猬，但是我拿到什么？拿到心了吗？拿心可以打出更多分，也能让我增加许多体力。你这样子我40000多分了，要死也要死很久。是否不能采，一次没法两分，只能同时了。好了，我会离开这里了，然后就来森林深处，见到这种会遮挡视线的树叶。这有点麻烦了呀，上面掉一只球，还会源源不断生成。看这些关卡，大多数都会源源不断生成同一种怪物。上面还有砖块吗？好像没有了，捅完了。那啊、哎，还有，这中间还有。然后就下去捅完这些砖块。过来呀、啊！我捅死你！哎呀，你蹦起蹦来蹦个毛啊！好了，可以离开这里了，在这里就没有坑了，但是有锤子龟，还要会带红板栗仔，有点麻烦了。锤子龟很好躲，我在它下面它就认不到我，带红板栗仔，它是直角投弹的，很容易射中。死吧你！死吧你！这毒蘑菇会动吗？会。这个怎么躲？我刚开始躲都躲不动。好像树叶里没有隐藏的砖头了。然后我就要往这里上去了。我就要来到高处，远望。把这个蓝宝石拿了，得了400分。你说现在有6000多分了，想死都很难呐。躲下来，我捅，我直接往下捅，爆红板栗仔的菊花。这只有一只红板栗仔，那好吧，他就把它捅死就行了。哇，会有源源不断生成啊！下来爆你局！现在来一只红板栗仔，我就爆他一只局！快来呀，爆！然后就去下个场景，这回又被全是坑。
这里有个难，这里有个坑爹点是，如果提要把下面的砖块捅了，而导致捅不了上面砖块，就只能不断的就去死了。好不容易走过了这里，我才不愿意，因此先把上面的砖块捅。然后 boss 来了，这个 boss 就不能像上一个 boss 那样倒了，只能在下面捅了。还说小板你在，虽然不要藏着不会受伤，但是不要藏着就跳不高了。看这 boss 也只会这样移动啊，好吧，他有个新的移动方式。啊，死吧你，死吧你，死吧死吧，起来吧，没捅到，起来吧。于是我可以拿着下了，就这样子把下级关卡通过了，然后去玩秋级关卡。秋级关卡，这些植物都枯了，下面树丛都枯萎了。我有点想试着连着捅两只怪物，会连分吧。这个距离有点长，连不了啊，算了，下个场景。这里左右两个频道会上下不断移动。就是球看起来可以通过向下捅的方式连分，我试一下。100，哎呀，失败了，算了。只要两个绿石居然都堆到蓝宝石，这是两只红板栗子加救啊！然后他们有个缺点就是中间部分射不到，由他们两个相撞就会反弹回去。看起来也不会生成新的怪物，这真是极好的。我现在很安全，但是也很安静。哎呀，我操，怎么跳不上去啊？总是顶到上面的砖块掉下来。然后在这里接到枯萎的树叶，像下级换起来的那种树叶。这回会源源不断生成毒蘑菇，往那个小通道出来。大伙只要上来，我就安全了，就不用管毒蘑菇了。只管把这红板栗仔毒死，我10万多分了，可是加分比省分容易得多了。哎，怎么卡了一会儿啊？然后就来到这么一个地方，来到山下了。现在其实我有点想上去连分了，算了，不连吧，等下来报道局。哇，给我加了个心，加了不少分。哦，这里是专门有个坑啊，而那边的砖块啊，最后又加来个新加2000分。要是一个全部能给我点东西就好了，我的分数就能顺利涨到20万分了。哎呀，捅不到啊！要从这里跳上来，然后一刀捅了两块砖块。哇，这出口居然就在这里！哇，这里被雾笼罩，什么好白啊！中间还要混上指定轨道移动的小木块。哇，这里会源源不断生成红板栗子。
我得他们全部下去看你们能否连上分。啊，那不可过来把红白一整挤出了，挤了出去。这里好空啊， boss 会在这里吗？我已经玩了这么多的场景了，看见这里还会越来越白，然后 boss 出现了。这 boss 呢，看见就只会在上面移动，一手在一个角，他就干不掉我了。哎，好吧，大哥，他两边是锤子，死吧死吧！但无聊拼血还是会的。然后我就拿到了秋季关卡，就通过了。于是现在只剩下冬季关卡了。果然是冬啊，这地面都打滑的，还要这么多白雪。暴狙，还没暴成功。哇，这两个坑，下界坑不会死，这皮带也会不断的移动，可能会把我挤出坑，而我受伤也可能会掉坑，因为受伤会往后移动。来，这亮亮的地方好像是在天上的。哇，三只红白利仔，这次是真的无处可躲了。要是不动的话，就必定会被击中。让你们去死吧！叫你们加击我。这次呢，有一堆冰块，也是有一些冰块吹的，能够被溅烂，所以我要把这吹冰块全部削烂。他土冰块吃不来，我吐死你！中国吹的，我晕。所以冰块向下捅的时候不会蹦起来，而是直接掉。这里会源源不断生成假壳龟还是假壳龟？哎，还没完吗？哦，这里一块。然后风路的冰块也破碎，现在你需要潜进去，潜进这冰冷的水里，你最多能撑五分钟，所以动作迅速一点，快点游到对岸上吧。现在我要下水了，因为这水过于寒冷，因此有时间限制。五分钟应该还是够吧？在水里，水里捅砖块就不太方便了，不能向上捅了，只能左右捅。
女主角在这里，我怎么进嘛？收上一只鸡，他就要出不过去这里了。我再不捅了捅了这里的砖块，我就可以上岸了。说而不用再说冰冷了，水里泡了。好了，会上断了，于是我重新上了。这两条小血，还有血的保持圈，我就把那条保持圈把捞了，然后就打 boss 了。这 boss 呢，换成锤子，还有种子会吐到那个水管，还会吐冰块。我就要被姐姐抢你了，没被压扁。我去，不要啊！我懂了，原来是冰块，落地过过一会儿就会变成冰球。就在躲开这冰球，还好我的分多，我收上几次也无所谓。啊，这好烦啊，被冰球冻住。Fuck！ 现在我必须得说，耐扛耐摔就是不耐挤，被挤被直接死，然后给 move， 然后再重新来，我的分数也没了。再重新来打 boss 吧，千万不要被冻结了。快躲冰块了，快快快快躲！哎，快死吧，你说 boss！ 快躲开！哎，躲开了，然后逃！给我下来呀、啊，这 boss！ 哎，我还是不动了，快解冻，快解冻！哎，没被急死就好。有点麻烦，打这 boss。我下来呀！哎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，去死吧你！啊，这还有这么一点血，你那下子下来就一定死了。死吧你！然后就可以拿走这个冻结关卡也通过了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海盗船框，我现在就去玩它吧。这海盗船框好宽大呀！原来海盗船有多个场景，现在来到第二个场景，看起来怪物更多了，也更热闹了。但我要让热闹变为安静。靠，这正常情况下根本就动不了，只会一直蹦起来。这里看起来更热闹了，怪物更多了，种类一点。哇，这里的红白绿的突然频率有点频繁，你再频繁也挡不过一记的。然后这里就直接打 boss， 都没有过砖块前进的。
这货输入挺快嘛，但是好像就只会这么两字儿。但不一定好打，一次捅都捅不了他几下。十八里，拿走了18500分奖励。在这里打的一块奖励分就越多，还有一个事就是你自己拿到的那个春节手中那个玩意越多，其实那个奖励分就越多。现在通过试关，我就去这里看看吧。春夏秋冬全部集齐，那就可以飞上去了。于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这里就是元素世界。而第六关我已经路过，那本期内容就到此结束吧，谢谢观赏。